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和您谈预言与人生这个话题。在上一集节目里，宋晨光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法国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注释记，南韩的格安一路，对法轮大法从开始到整个红传过程中的预言的预测。那今天呢，继续由宋晨光先生给我们介绍中国的预言。宋先生您好。你好。在上一集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谈到了刘伯温的烧饼歌。那烧饼歌是怎么说的呢？刘伯温在这个烧饼歌里边啊，预言了这个宦官乱政啊、清军入关啊，还有康熙盛世的这些重大的事件呢，都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这个历史了啊。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这里要特意介绍的呢，则是那个烧饼歌对今天以及未来的这个预言部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问答呢是在预言些什么。帝曰：末后道何人传？那么温曰：有诗为证，不向僧来不向道，头戴四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长弥勒圆头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那个末法后期的这个正法正道呢由什么人来传。不向僧来不向道，只不是以这个和尚或道士的这个形象出现啊。头戴四两羊绒帽呢，是比喻传法人的形象啊，很像现代的这个男士啊，头发呢约有四两啊那么重。真佛不在寺院内，他长弥勒圆头教，清楚地说明啊，弥勒佛下来啊不在佛教中啊。当年释迦牟尼预言过末法时呢，弥勒佛要下世度人。刘伯温呢预言的这个他长弥勒圆头教，就是明示了传道人呢是在做弥勒佛下世度人的事，与当年这个释迦牟尼所预言的完全相符。那么接下来呢，帝曰：弥勒降凡在哪里？温曰：听臣道来，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共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降在寒门草堂内，念南照北把经散。这段叙述了弥勒佛不降是在皇宫官府寺院和道观，而是降是到平民之家，以及他在念南照北啊，即北京一带呢，把这个珍贵的佛法传给世人。这些呢都应了平民出身的李洪志先生啊，于1992年自北京开始开传法门大法。那之后刘伯温又是怎么样预言的呢？我们呢就是接着往下看帝曰：清朝近啊，你说得明白，那么使后人看。温曰呢：不敢进言，海运未开是大清，开了海运动刀兵，若是运运重开了，必是老水还了金。这段是讲这个清朝末起刀兵连连不断呢，直到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及那个做京城的一国之君的情况。帝曰呢：老水有河吗？温曰：有啊，众道会下引进修行，大便小，老转少，和尚倒把家人要，真可笑来真可笑，女嫁僧人时来到。这段是讲那个老水做京城的那段时期的社会现状。那么法轮功是从1992年开始传播嘛？当时呢，在中国有数不清的这个气功流派啊。由于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独特功法及法理呢，是许多其他功法的练功人呢都加入了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很快呢就达到上亿之众啊。正所谓众道会下引进修行。由于这个法轮功啊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呢，既修心性啊又修命，所以呢身体啊像这个年轻化改变非常明显。60-70岁的老人呢，他修炼法轮功以后呢，走路就像年轻人一样啊，真是大变小啊，老转少。法轮功虽然是这个佛家修炼大法，那么却与宗教的修行不同。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呢是直指人心，开的是最方便的法门，那么是在这个社会中修炼啊，所以呢不像宗教那样啊，你去当和尚或者去当尼姑，那么可以结婚啊，你也可以有家庭啊，也可以你去当大官挣大钱啊，这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修那颗心，就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就是说那个由于从宗教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由于这个进入了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
啊，宗教的末法末节啊，所以这个寺院里修行的这个戒律呢也已被破坏了。那么和尚不守戒律啊，结婚挣钱的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嗯，那么寺院已经成了这个和尚上班的这个地方，而不是那个清净修行的地方了。哇，还真是这样。那之后又是怎么样说的？帝曰哈，你因何说道子？那么温岳说，上末后十年呢，万祖下界啊，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啊，满天菩萨，难脱此界，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祖啊，不遇金线之路，难夺此界，消了果位，末后乐封八十一劫。上末十年是指的上一个时期末尾的那段时间吗？对，就是这段时间吧，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天象变化。那么是什么变化呢？万祖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那么就是清楚地说出了这个天上的佛道神啊都要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据佛经记载啊，未来佛即是这个弥勒佛。天上天下诸佛诸祖呢，不管是谁啊，就是不遇法门大法这个珍贵的金线之路啊，难夺此劫，会消了果位，都躲不过将要来临的这场劫难。这段问答呢，是把法轮大法的红传啊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呢，他提到就是连天上的诸佛诸祖啊都要下来同化大法，这与西方预言中提到的人神同在一世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哇，由此说来，法轮大法还真不是一般的功法。由此可见，就是法轮大法的红传啊，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嗯，诽谤大法、迫害真修大法弟子呢，一定是这个罪业很深重的。所以呢，在此呢，我提醒世人呢，就是千万谨慎对待此事。除了这个烧饼歌，刘伯温还有另外两部寓言啊，一个是这个金陵塔碑文啊，一个是推背图啊，一个是推碑图。那我们再听一听这两部寓言是如何说的。比如说这个东风吹送草木哀，指的就是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呢，使民众对佛法犯罪啊，实在是可悲可哀。洪水滔天逐日来，指迫害大法的这种来势啊，很凶猛。248379，这里的248呢，在前面我也介绍了，是农历六月初八的意思。那么即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那么到某年379，可能是指农历3月16日呢结束。下面就是说的这个祸源种已久啊，这里暗示众生啊将面临大淘汰。明三明十明三七，锦绣河山换一色，就是指法轮大法呢将给未来众生带来美好。马不点头，石沉底，红花开尽，白花开。只是共产党将要沉没解体，法轮大法呢将越传越广。紫金山上美人来呢，就是指中国大陆北京啊某日啊会有人从美国来。一灾换一灾，一害换一害，这里边是说在这次迫害法轮大法中干了坏事的人呢都得偿还。宋先生哈，刚才您讲金陵塔碑文的预言哈，有暗示说众生呢将面临大淘汰哈，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请看一下这一段描述。父母死难埋葬，爹娘死儿孙扛，万物同遭劫，重以一遭殃。其实在前面提到的这个隔安一路呢也有大淘汰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六角千山鸟飞绝，八人万境人寂灭真的是非常的惨烈。宋先生啊，说到这个预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哈，有没有避免这个大淘汰的途径呢？预言说啊，能逢木兔方为兽，
则及群生堕且康，有人识得其中意，富贵荣华百世昌。是说如果有能明白的呢，那么并按兔年转生的大觉者啊所讲的去修炼的众生啊，将会康乐长寿，富贵荣华，百世兴旺。那前面向您介绍的金陵塔碑文的这个预言，对推背图它是又如何预言的呢？推背图主要是讲了那个弥勒佛下世渡人的事。哦，那您快说来听听吧。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在此呢只挑选了一部分来介绍，就是这段呢它是这样写的：世界已尽，末劫来到，众生受苦恼，万魔出动，非三阳能调，必待上上主圣来到。我到上上主圣，乃弥勒佛早到。这是那个卷二里的一段，是天佛回答三清玉帝的话，大意是呢，世界已到了末劫，那么各种这个邪恶出动啊，众生将遭受这个苦恼，这已不是此前的圣人能挽救的了，只能等这个最高的主圣啊，来临了。那么我说的这个最高的主圣啊，是弥勒佛。这段是说明啊，弥勒佛下凡的这个原因。接下来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弥勒佛辞天曰啊，就是说我去之后呢，只传自家三字三法。必万法归一，法正乾坤，离弊透虚而去，凡身木子为性。这段大意是呢，弥勒佛啊辞别天上众神是说啊，我去人间之后呢，只传我的三字大法，并用大法呢使万法归一，天地归正，施礼完毕呢，就是穿过神界呢向人间而去。弥勒佛呢转世人身后呢，将姓木子礼。那么下面这段是说弥勒佛转世的地方和时间，在什么地方呢？儿时，弥勒佛透虚到南河菩提中天中国金鸡墓，凤玉青石年啊捷径，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就是说不久啊，弥勒佛转生到中国金鸡墓的这个位置。这一年呢正好是兔年，那么在人间姓里，我们从那个中国的这个版图地图来看哈，中国的形状很像金鸡，目呢就是这个眼睛了，吉林省的这个位置呢就正好是那个金鸡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位置，这是说那个弥勒佛在吉林出生那年呢正好是兔年，弥勒佛在人间的姓啊为李姓。哇，真是不可思议。刘伯温在600多年前啊就把今天的事情预测得那么清楚。其实这个要读一读这个法轮功的书啊，你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刘伯温其实他具有这个透视功能和这个宿命通空能啊，当然就能够知道时代的这种变迁和变化了。那么其实前面呢也已经介绍了，就是当年呢释迦牟尼呢也预言了，就是当末法末劫时啊，弥勒佛将下来呢传法度人。当然耶稣呢其实他也预言了，就是说他是说这个上帝培育的太阳呢将会这个降临。对于这个弥勒佛的转世呢，隔安一路也有详细的这种描述吧。那么刚才前面就是介绍的天降救主马头牛角，真主之患，世荣自一合，世人解冤，天寿大福，永远无穷已。那么这段预言和明朝的这个推背图啊，和唐朝的这个推背图啊，虽然这个地域时间不同啊，但都讲明了传法度人的大圣王啊转世后正好呢都姓李姓。虽然这个前面介绍这个诺查丹马斯啊，他没有详细说明那件事情是什么，但呢他也预言了那件事情的出现呢可使人类避免完全的这种毁灭。而且这个烧饼歌哈金陵塔碑文推背图隔安一路诸事记这几部预言啊大抵都是500-600年前左右出现的，而且都准确预言了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一点讲那是早就有安排的了。是啊，面对先知先觉的预言哈，真是不得不思考许多的问题。那么推背图里边有没有预言弥勒佛在世间传法度人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呢？当然有了。那么请看这一段哈，十年人人皆知三字，不以为然，声引其骂，神气鬼哭，众不知若何，
一托、二托、三等，众生不行。这意思是说啊，法轮大法传出后的几年，人们都知道了真善忍这三个字，却没把它当回事。后来呢，广播电视一起那个污蔑诽谤大法呢，使众神啊都为之哭泣。那么众多的百姓呢，不知道为何如此。弥勒佛主啊，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啊，希望众生呢能醒悟过来，避免被大量的淘汰。可是还有很多百姓呢，就是不觉醒。那么我们对照预言啊，看看现状啊。法轮功学员到处发这个真相资料啊，嗯，有些人呢就是不相信，也真是为他们很惋惜啊。这段真的是很感人啊，感到佛主救人的那种慈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么对不信的人有描述吗？那么对这种状况啊，推杯图啊也有详细的这种预言，他是这么说的：众生仍然不信，谩骂诽谤横天扫地，信者呢反遭冲发官狱之苦。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受长期无神论毒害的这个众生啊，仍然不相信弥勒佛传法度人是真的，诽谤谩骂呢仍然这个铺天盖地，信仰的人呢反而遭到了这个刑罚、牢狱、迫害之苦。对这场迫害态度不同的人哈，他们的结局都会怎么样？推背图有没有预言呢？预言是这样说的，就是善恶有诵诵真经者呢，知其悔改，为之回头；知其真相者，为之在岸。意思是说呢，不管好人坏人呢，有读过大法书并知道悔改的，那么就称他为回头；那么知道大法真相啊，并理解支持大法的人呢，那么就称他在岸。回头在岸是什么意思？回头者呢，他是说在地为人，那么在岸者呢，同登十万八千寺，就是说回头者啊，在这个劫难过后呢，会成为啊未来地球上的新人类，那么拥有相当大的这种福分了。嗯，而在岸者呢，将有机会修炼法轮功，就是法轮大法。嗯，啊，也成为这个高级生命。对不信啊，还有诽谤者是怎么预言的呢？推杯图预言呢，对不信啊并诽谤大法啊助纣为虐的呢，会在大瘟疫中被淘汰。我们往下看哈，看这个预言是怎么预言的。不到十年八月啊，瘟神天降，大地十分人死九分，十道恶人无一存，然众生更加不幸。无独有偶啊，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啊，就目前亚洲地区的这个禽流感啊，有可能引起全球范围致命的这个瘟疫，导致数百万人啊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啊，斯托尔博士啊，在曼谷召开的这个传染病国际会议上说啊，一种流行病啊将引发这个公共卫生危机，估计呢死于流感的人呢可能在200万到700万之间，而受到传染的人呢可能超过10亿。嗯，怎么这么巧合呢？如果真的爆发，那可太可怕了。就是刘伯温他还有一部预言叫《刘伯温悲记》，那么对这个大瘟疫带来的这种恐怖他有这样他是这样的描写。哇，这是怎么说的？更恐怖吗？难道？那么他是这样描写的，就是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哇，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太可怕了。那有没有可以躲避的办法呢？刘伯温碑记上说啊，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那么这两句就是告诉人们，那么世间已有人在传这个大法啊，广救众生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你还不及时的觉醒啊，那就是放弃被拯救的机会，那么实在是太不合算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推杯图原文是怎么说的。有弥勒佛经不信不诵者，无药无治，吐血而亡。知见此经命保，诵读真心实践者，从佛家安然其乐无穷。
转凡成圣，否则无一活成。申大人问道：可有改否？天师答曰：唯三字能解。那这段话是怎么解释呢？那么大意为呢，就是大意是说啊，面对这场这个大灾难，那么那些不相信大法的人呢，无法得到救治，会吐血而亡；那些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呢，不仅性命安然无恙，而且还会修炼圆满。反对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命的。申大人问：有没有办法能改变这种情况呢？天师回答说呢：啊，只有三个字能够解救。那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呀？我认为啊，预言说的这三个字呢，是李洪志老师讲的“真善人”这三个字了。那预言中有这样的预示吗？那我先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法轮功的修炼呢，就是按照真善人修炼的。嗯。那么说到这三个字呢，其实啊，你刚才问哈，那么就是在刘伯温的碑记中啊，有四句说的就是真善人。当然呢，他是以这种字谜的形式啊，告诉世人的。是什么字谜呢？这么写的，就是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是什么字呢？这里边呢讲的就是真善人。那么就是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这两句呢就是真字。怎么把它能解释成真字呢？对中国古代的这个真字啊，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和现在的这种简化字呢不一样。上面呢是匕首的匕，那么我们看哈，它很像七字。最下面的一撇一捺呢，很像人字，啊，木与人之间呢是一个走之旁，那么引诱进了口啊，就是任何事物要被人认识呢，都要经过人的这个眼睛，而眼睛又被称为这个心灵的窗口，所以引诱进了口啊是木字，那么把这个匕首的匕字、木字、走之旁啊人合在一起啊，就是真字了。那么善又怎么解释呢？八王二十口，那么把这个八呀、倒过来放在王上，那么把二啊竖起来拆开呢，在十的左右各放一竖，再把口放在这个最下面啊，就是善字了。那忍呢？三点加一勾哦，你看啊，这个忍的上半部分呢是刀刃的刃字，那么刃的左边有一点儿，把这个点儿呢移到右边去，那么你从象形来看呢，它很像加字。一勾啊，就是三点下面的那个捺勾，这样呢就是这个忍字了。真是玄妙啊！他用这个字谜的方法讲这个三个字，告诉给人，真是用心良苦。其实那个刘伯温在500多年前啊，就已经看到弥勒佛要下世传的这个三字大法是什么了。他要告诉人们呢，三字大法，希望人们能够顺应大法啊，留下来。但呢他又不能将这至高无上的这个天机啊尽泄世间，所以呢他真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看来这个古人的预言还真是不能不信，信与不信呢仅是一念之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那么对当今这段时期的预言，是否还有其他的预言也预言了呢？当然有了，这个宋朝的这个梅花诗啊，也是广为人知的一部预言。那么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那梅花诗呢是宋朝的大易学家邵雍写的，一共10首，就是预言了他身后中国的这个大的历史的这种变化。当然呢他这个预言和其他的预言一样啊，也都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预言呢，一般人是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呢从今天已发生的事件呢我们来和这个梅花诗对照的话呢，也就能够豁然明白梅花诗所预言的是什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梅花诗的第9首和第10首是怎么说的。火龙浙起夜门秋，猿臂应难赵氏寿，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宋先生，前面两句我有看过解释哈，说是大概的意思是说1989年6.4，中国的学生与民众在这个天安门广场请愿后，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赵子阳因为六四事件被软禁，但接下来的
这个两句哈，是一愿齐华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在预示着什么呢？在下集节目呢，宋晨光先生会继续给我们解释梅花诗等相关的寓言。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